你跟曹奶奶换一下位置好不好？因为曹奶奶那个位置在中间。1234567八，这样，哈哈，好可爱的小孙女，奶奶喜欢跳广场舞。每天晚上领着大家伙儿一起学跳广场舞，奶奶的妈妈也喜欢跳广场舞，要是四世同堂一起跳广场舞，那就太精彩了。孟八婆回国探望90岁的妈妈，看到住家附近5年前一起跳过广场舞的朋友们还在坚持学跳广场舞，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他们的队伍当中。这可是学习锻炼的好机会哦。美国华人稀少，居住分散，想跳舞也找不到几个人，没有这么便利的条件啊。是个好名字，听说他们最早参加过天水市广场舞大赛，获得过2等奖，还曾经去台湾旅游和文化交流，和高山族同胞同台共舞。10几年来他们学跳了100多支广场舞，走到哪里跳到哪里，开心到哪里。1234567823345678 完了。七月流火，姐妹们把欢乐带到了麦积山风景区农家乐。八婆好想去嚣张一番啊，可是91岁的妈妈需要照顾，脱不开身啊。八婆只好遥望青山绿水，羡慕嫉妒恨了。我们每天晚上看着见面，一群人一起跳舞。我们没有。
上班还来还积极还着急，每天按时按点来，所以我们是阳光姐妹。我们这个团队是团结的团队。俗话说，有火车跑得快呢，他们说他车头大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的制作、学舞，哎呀，上视频传送，这方面确实是一流的，我们很佩服他，真的是一流的。我们的团队姐妹们，关键是学舞很认真啊，精益求精。我们也高兴，眼不见姐妹还想得很。这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生活，快乐幸福，很精彩，身体快乐，健康。开心，我们吃好玩好，看好，越活越年轻。这么热的天，确实太热了。大家都跳的还兴高采烈的，热的，我干嘛呀？来，一起跳吧，走。真是阳光姐妹，队长张老师很不辞辛劳，把他们跳过的每一个舞蹈都拍摄、编辑、制作成精美的视频，上传到网上，在抖音、糖豆广场舞上，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舞姿，可以说已经传遍了全世界。那年我出生，你脸上乐开了花，语无伦次地说，我终于有了娃。起早贪睡不着家，吃苦受累俱贫，风灾刮雨很大。不停的岁月烧白了你的黑发，看在眼里，我恨你是他。在你的呵护下，时间，巴婆跟着学会了三支广场舞。每天，巴婆除了陪伴妈妈，早上去公园学跳新疆舞，晚上呢就在这里跟着学跳广场舞。虽然很累，但是心里很快乐。好吧，废话少说，我们还是一起欣赏张老师的舞姿吧。一位退休的中学数学老师，15年来自学自编自导了几十个节目，言传身教带领出一支一流的广场舞队，很不简单，很不容易哦。八婆也很佩服的哦。一路车行